没有啊，这个演员我会封盘，我会留局的，看他是不是演员，大概率是。看一下我是不是在打匹配啊？阿哥，你看着死了。我怕，不是这酒桶又在干什么？哎，兄弟，阿哥，你看到死？怕什么？交给给他开死。哎，我真可惜。真的假的？他的什么伤害啊？交给我解释你的。感觉好怪呀、啊！这个闪现就太拽了呀！劈，哎，再劈，再劈，哎，劈出来！
钱。你看这个人走位，我这有眼啊，真有眼，我操！我操！我这还真有眼！他妈扯犊子呢，搁这！我操！我这个狂风之力吃了他全套，我服了。这后面那个草丛站，你看这种谁撞上了？酒桶必是个稿子，你看他出的装备，这局留盘了，这局留盘了，这必有稿子，对面三个起码有一个是真稿的，这把留局了，这太稿了，这个项目。不过也挺好的，因为我看到那个盘不对劲啊，压我伤害低低。压的这么多，哦，压我能不能获胜？压的这么多，伤害第一都还能接受。哎！我一直没 A 他，我以为他死了，我起码有四下没 A 他，不然他们打不了大了。你在说，对我生气。我的队友信号都点了，不能再点了。这局比较爽，比较爽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可以加分。哎，对面这个太夸张了吧！这个上野啊，还有这个辅啊，这三兄弟啊，不是感觉这三兄弟太夸张了，这盘丢了，全丢了。不是这盘为什么能获胜？能压这么多能啊？不可能的。我就奇了怪了，留局了，留局了，不开。